头八一洗面乳，黑头都跟你说拜拜，它是像精华一样水感质地，拿精华液在帮自己洗脸，我会把它挤在海绵上面，然后搓个几下，现在泡泡其实很绵密，8%的保养成分，你早晚用，你早上的话它会带走油光，你上妆的话就不容易出油或者是卡粉，晚上的话卸妆可以深层的清洁，保养你的皮肤，淡淡的香味，不会太刺鼻，大概洗个30秒，把这个泡泡都擦干净。好啦，我现在已经洗完了，你们看我的鼻头跟我的下巴是不是很干净，都没什么粉刺，而且洗完之后皮肤还会端一端的哦，这感觉好亮哦，超亮的。为什么可以更白啊？好弹啊！哇，它是没有鼻头粉刺哎。51%的益生元酵素精华，25%的日含氨基酸跟5%的保湿因子。边洗脸的时候就在边保养。IRB 的人体实验，95%可以改善 T 字油光，72%可以改善黑头粉刺。我们今天就用橘子，就是模拟真人毛孔帮它洗脸。还是变得非常干净，哇，真的非常干净，对，就是很干净。怎么原本还干净？对，想要终结粉刺，一定要使用这一批黑头八一洗面乳，粉刺就会跟你说拜拜喽。